早上我准备去逛一下集市，因为我可以买一点新鲜的花，然后还有蔬菜水果之类的。早上趁着早没什么人，然后赶紧去。现在已经到了集市了，但是我发现我似乎已经来得太早了，然后他们好像都还没有出摊。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还是怎么样，就是这个地方都没有什么人，以前人挺多的，而且他的那些商铺就是有一些摊位都已经没有了。这家花铺真的是超级的漂亮，而且他们的花非常非常的新鲜，所以说偶尔有些时候有空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在这里就是随便拿一点点花，你们现在去买一点点吧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早上逛集市，反正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早上逛集市的人。我觉得早上又有新鲜的空气，然后又可以买到新鲜的水果蔬菜，能够和商贩之间有沟通，甚至说你还可以和商贩讨价还价，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让整个生活非常非常的有趣。